台湾最传奇唱跳团体 Energy 新出 MV Here I Am， 百歌获得他们的 MV 幕后花絮。Here I Am 是超动感的舞曲，结果拍摄现场似乎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。Energy 五人还互投，到底谁是老鼠屎？什么？你不相信？我们还有影片为证呢。你觉得谁会 NG 最多次？我们刚刚有一个私下的投票，有投票吗？有有有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那我也可以投，就对了。对你也可以投。看镜头，前面那个，看镜头吗？如果以前面的 MV 看下来的话，前面做最多次也是投。这个人不说则已，一说就要说实话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我有可能。我投了，投了。好，每次都是他啊。如果 Polo 没有跳错，就不是 Polo。所以大家来小巨蛋看他跳对，就不是来看他，就是来看他跳错。很喜欢看牛奶跳错，这不是猜，这是我愿望。我愿意为了看他跳错，我再跳一遍。牛奶连你也会错啊，你也有今天啊。Polo 哥啊，现在是投谁 NG 最多次呢？不过这次的 Here I Am 还真的不是简单的舞蹈， Energy 还准备把它当战场呢。我们这次的战舞，我说壮士舞，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三百壮士。哦，三百壮士。那如果你讲，所以你要赴战场去，就是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是要打赢。对啊，打赢这场战。我觉得刚刚我有讲个壮士舞，但牛奶说战舞，不然我们俩就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叫战士舞。战士。